冬天还颠簸着呢，还什么前面的咬我吧，咬我吧，咱们说背面，前面不能说。你看这是一个猫身上掉的毛，就是。哎呀，到比特了，就你听话，来，快来，理头发一点毛不掉呀？那你，哎，是你掉毛吧？那也不掉毛，那就到了掉毛的。来来，去香，你这些毛都不掉毛，你想想。来，今天干个技术活。这电池不好拆，别给拆废了。这么不相信我技术吗？你放那吧，到了一脚给你踢磨了。这怎么开？这一点缝上没有啊？不会就学？一学就废。花了就买新的。老板在这儿，我怕啥呀？拆坏了，重新零花钱里扣。钱我有。宋总，这也断了，拆了了就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坏了是断了呀。看到吗？能看到卡扣。没搞坏吧？我给你全程记录，要不然拆了一个老师知道了。那你得全程记录呀，这个电池底下有胶。你别坏了电池，这不别捉了就行。蠢出生王。嗯，你看到了，给他偷学技术了。你化妆的刷子给我用一下。哎呀，真行，我都还没用。卖点给我错了，我那刷子可贵了，比你电池还贵哈。真的假的？刷坏了你给我。多少钱的刷子？给你弄干净了。别动我那螺丝啊！你别吃了哈。他明明知道自己不能过来弄，还偏偏要过来弄。行了。上电池，先试一下机。哟，验收了，开机的了，看合格吧？开了，开开了啊！看来这一会儿又省了好几百呀。满意吧？好了，而且还能兼任科室的事，这怕就兼职了。这鸟窝子呢？给拿上来吧。他万一再来？他不可能用旧窝了。哎呀！他再来，他得搭个新窝。不能上，不能上！你干嘛呀？别上去了，快下来吧，来。三不三不的出去了，我的。哎。你敢吹箱申请保镖了？什么保镖啊？不往外跑就不错了。走哪上哪？你不喜欢比特？比特你没看中吗？比特行啊，成年了的就快。